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在最近这几冬，新住民的人口数越来越多哦，就是这些新住民妈妈有可能不了解什么是发展迟缓，就算做了解嘛，曾经因为出来的长辈一些观念，不及时将囡仔送出来接受适时的疗愈，因此信心教育院是特别在当地国小，借教室来成立着沿海地区的早期疗愈中心。希望会当借此来予沿海罹患儿童会当接受到早期疗愈的教学。信心教育院持续自我期许，发挥21年的身心障碍服务经验，响应政府推展发展罹患儿童到厝服务以及社区疗愈基点示范计划，透过相关服务规划，并结合在地资源，所上现有资源与咨询。为嘉义海线地区多数从事传统农渔业的发展罹患儿童家庭，提供在地化以及便利化的早疗基点服务。这个基点承蒙东石国小吴校长的鼎力支持，提供一间教室作为信心早疗服务基点。此点预定提供10位发展罹患儿童的服务量，每位幼童每礼拜一次，由家长带囡仔到社区基点接受早疗老师一对一或者一对两的专业教学。透过示范与操作演练模式，使家长在家也能进行疗愈教学。另外，信心专业团队也提供适合家长伫厝为囡仔复习与操作的疗愈内容。新闻中台前，张兆香采访报道。